苗栗通宵白沙屯妈祖将在这个月18号出发，徒步前往云林北港朝天宫进香。目前是已经有多达173,000人完成报名了，那还有2天就报名截止。庙方预估在报名截止之前呢，应该是会突破175,000人，会创下历史新高。那有90台的游览车都也已经额满了，对比去年113,000多人报名，今年多了超过50%，南下的这个进香人数将大爆发。那为了要配合拱天宫妈祖进香呢，苗栗县政府特别在明天提早启用 U-Bike 2.0，让有需要的乡客可以和台中结合，从通宵一路骑到大甲。以上是最新掌握到的消息。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，记得下载 TVBS 新闻网 APP。